观众，又到了我们自圆其说的时间，我是小兰。钱不是万能，但没钱万万不能，可见钱的重要性。钱固然重要，但还是有钱买不到的东西，像是亲情、友情等等。有些人视钱如命，却忘了钱财乃是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今天就来聊聊跟钱有关的故事吧。有一天早晨，有个淳朴的农人挑了一担菜进了城去卖。走在街上，农人捡到了一叠钱，他数了一下，总共15张纸钞。农人回家后，把15张纸钞交给他的母亲。母亲对他说：“孩子，人家丢了钱，一定很着急，我们怎么能拿人家的钱呢？赶快送还给失主，说不定人家正着急的在找呢。”于是农人按照母亲的吩咐赶回捡钱的地方，等待失主来临。没多久，前方不远处，农人发现有一个人好像低着头在地上找寻着什么东西，连忙上前问他：“兄弟，是你丢了钱吗？我捡到了，现在还给你吧。”农人没等那个人回答，就将15张纸钞都给了那个人。这时有一些围观的人上前来，有人提议失主应该赏点钱给这个农人，不料这个人却十分吝啬地说：“我原本丢失的是30张耶，现在才找回来一半，我怎么能再分一些赏他呢？”农人实在是气愤不过，就跟那个人吵了起来。两个人吵到县衙门的堂上，他们各自向县令说明事情的缘由。县令听了之后，心里也有个底，他对那个领钱的人的行为感到相当生气，于是县令派人将农人的母亲找来当面对质。后来证实农人所说的情况属实，接着县令让农人和那个人各自写下状纸。农人写：“确实拾获15张纸钞。”那个人写：“确实丢失了30张纸钞。”县令将2张状纸拿在手上，对那个人说：“你丢失的是30张纸钞，而他捡到的是15张纸钞，可见这钱不是你的钱，而是上天赐给这位贤良母亲的养老钱。假若他捡到的是30张，那才是你的钱。现在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找寻你的钱了。”那个人自知理亏，也就不敢再多做狡辩，默默地离开了县衙。而县令便把15张纸钞送给农人的母亲，并对他说：“您是位贤德的母亲，这钱就归您了。”在场的人都拍手叫好。再说一个5块钱的故事。在美国的海关里，有一批没收的脚踏车，在公告之后决定拍卖。拍卖会场上，每次叫价的时候，总会有一个约10岁出头的小男孩喊价，他总是以5块钱开始出价，然后眼睁睁地看着脚踏车被别人用30、40元给买走。中场休息时，拍卖员问小男孩为什么不出比较高的价格来买呢？小男孩说：“因为我只有5块钱。”后来大家开始注意到那个总是第一个喊出价钱的小男孩，他们也开始观察会有什么样的结果。直到最后一刻，拍卖会就要结束了，这时只剩下最后一辆最棒的脚踏车，车身光亮如新，有多种排档、10段变速、双向手刹车、速度显示器，还有一套夜间电动灯光装置。拍卖员问：“有谁要出价？”这时站在最前面几乎已经要放弃希望的小男孩轻声地再说一次：“5块钱。”突然间拍卖员停止唱价，只是停下来站在那里。此时所有在场的人全部盯着这个小男孩，没有人出声，没有人举手，也没有人喊价，直到拍卖员唱价3次之后，他大声地说：“这辆脚踏车卖给这位穿短裤白球鞋的小伙子。”此话一出，全场鼓掌。小男孩拿出握在手中仅有的5块钱钞票，买了那辆最棒的脚踏车。他脸上流露出从未见过的灿烂笑容。
小男孩不放弃希望，即使希望是如此的渺茫。更可爱的是那些其他的拍卖群众，相信一定有人也想要，也有能力出到五块以上的金额，可是大家却很有默契地帮助小男孩完成他的心愿。其实回过头来想想，有时付出比得到的还要快乐，不是吗？现在我们休息一下，等等跟Juno一起自助旅行，看看钱在英文中有哪些实用片语，千万别错过咯。